东张西望的河伯娶妻事件持续发酵，新河太就继续发功，除了直播和河伯湿吻一晚五次之外，近日再有网民分享疑似新河太在粉丝群入面的言论，公开了不少家事，说河伯的家人只是会问河伯拿钱，又说河伯的前妻当时病都医了几百万，还疑似爆埋河伯大仔的职业很高级，说都是高级官员，还高级过处长，他二十几万一个月。对于新河太语出惊人，不少网民都抱住半信半疑的态度，说除了喜欢钱是真，其他都是假，